他说我们付钱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在忙，他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结账，那你就跟他讲一下就好了。我结了，我结了。那他东西有结账吗？有，他不是我结账的，是他结账的。有结的啦，他有结的。他就问我说他结了吗？他问你说他结了吗？我就回答说还没。我切了。